会接你哪有人在骗你？大威接你，你不知道你啦？大威接，那是无说你跋倒，你顶上跋啥啦？啊，我就是爱助跑啊，滑嘞，你知道？你哪叫你去走啊？神经病哦！哇，你超时嘞！你是啊？赶紧来！结婚的啊，我跟你教书吗？我不是跟你教书呢。你不是跟我讲会基本的。师傅，基本功不是这個，我帮你做运动会呢。太辛苦了，辛苦，我告诉你。师傅，阿弟啊，这是真要你结婚的款。讲袂过啊，穿到安尼穿的呢。平常是叫你好好练功夫，叫你卖结婚哦。师傅，我准备两块积木要给你。你冇准备积木啊？对啊，他是买积木。来跳过，跳过。讲啥？第二段嘞。第二段就是 M 舞。啊，继续。我先准备头段。老师。平常时师傅甲你教，你拢学起来。有啦，今仔师傅我看你咧跳出轻松，我就知影。安尼好好好，真好，真厉害。好刚才拄只迄个红包都要起。迄个红包哪要起？啊，佫有第二段的啦。第二段有音乐表演。代表，我平常时甲你教，伊拢学起来。也安尼，今仔日众人伫遮，我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要甲恁交代。什么代志？我要宣布一件代志，以后嘛，我老啊，当然啦、啊，要有少年仔来去出头。所以金龙标馆日后的过十年，我要好。我的家人过来来接上，多谢。以后表馆我就是馆主哈，有啥物代志找我，恭喜恭喜。好，谢谢。馆主，馆主是哪个有钱的玩意啊？干爹嘛，干爹。我来请你吃晚餐。阿弟啊，你真行啊！阿来，全部走了了。啊，可怜哦，哥。
有代志还袂做完啦，所以吼、哦、来去后壁的所在咧无用啦，不要紧啦，来做个庆贺啊！啊，无安尼，小姐啊，刚刚回来尔啦，啊，这个状态吼，你头一摆回来，我带伊起来行行来好无？哦，对对对，阮囝倒倒回来，唔知影啥环境，阿三姐啊，你对这上了解？最最近你休困啦哈？好。啊！你坐来看看呀、啊，还是西环境？你来去佚佗。阿舅人无伫死啊，嘛在咧休困啊。等下，大伯啊，大哥啊，我想要来请问你咧。什么代志？你无成功，要安怎有你有好心？为什么？当初是你答应我。那当我把肚内囡仔小强来出世，你金牛标棍就要现棍，为什么？今嘛竟然是你的好好心来接这金牛标棍的？哎呀，大夫啊，啊你唔知影，正常啊，我拢同住嘛，伫外口教的七仔，啊所生的囝，啊唔知影，阮七仔是短命啦，迄囝生就死啊，啊你老我嘛知影。我有囝出世，但可是还想讲，我一个查甫人，我都顾囝啊，所以哦，细汉的时阵，我就甲阮囝哦，带去山顶的所在练功夫啦。无你知影，啊想讲一家伙啊，咧无用标管的代志，而且佫小弟的遐会发生，所以我才无甲你讲啊。这十多年来，你安怎对待阮母仔囝？我拢无爱计较，我敢若因为相信你，总有一天。你就这个标管行过，让伊小庆来继承。既然也是安尼，为什么这个继承人不是我的囝嘞？大夫啊，你搁想看卖呀？你敢知影小庆自细汉就体弱多病，啊，身躯顶嘛无练功夫，阮囝有练功夫，而且哦，力操真好，啊，身体嘛健康。啊！你甲看卖啊，因安尼嘛算是兄弟啊！啊，标管哦，咱拢是公家的，哪有分讲你的我的啊？我甲你讲啦，今仔日哦会客真多，我来去无用啊吼，莫惹到你啦！大伯啊，大伯啊！本来我搁抱点够一寡寡希望，想袂到到，你永远把竟然是安尼对待阮母仔囝啊！原来你暗中一步一步伫咧计划，要将金龙兵馆所有一切来独吞。看着小庆这艰苦，我为娘甲母娘为了为出一口气，都怪我，是我无路用，我无都替我的囝争取你了一点仔的权利。小天，英雄，是我小鬼对不起你，我更加对不起你，小天。错残，金牛标叫是我小庆的，你当众人的面安尼爽吧？就因为你囝已经倒转来，原本无属于伊的一切，你全部拢给伊，你到底是把我母仔囝放在哪里？我对不起的是我的母亲，我是要为乡亲好，我叫啥物拢做袂到。都是因为你李英爸，他是讲真正金牛标哥，他无爱乎我，我老爹这么无路用，计予看无起的。你去叫伊听，我离开这，你去别位，更加万出路，我们倒转来，是李英爸的嘴边。我该袂放心的，就是我安尼啊。够剑用，从细汉的金龙标叫，我是千为点嘛，也唔过今日去当众人的面，我
整个人拢倒伫土脚，都无替我设想。我以后伫检验的面头前，我根本也徛袂起。小姐，你莫安尼想啦，我看你安尼想，我嘛真艰苦。你但我的心目中一直就是真好的查甫啦，就算别人看你袂起，你放心，我检验绝对袂看你袂起。检验，我知影，即摆你是伫咧安慰我。我就是别人，你嘛是够咱同情的心，因为我了解你，你的个性本拢就是真好。我家己知影我的身份地位，不要紧。我会忍耐，也不过我同甘不甘的是你跟我的安娘，真对不起。我只要你金龙标给我一天，我永远都是安尼尔，什么都无。我希望咱两个人的感情会当到这为止，你莫再误瞒我。小庆，你想要讲这话伤我的心，我当时看你无去。就是要安慰你，也是我的真心话啊。虽然师父看你无气，常常讲话欺负你，但是你在我心目中，我定把你当作我一世人的外靠。既然你哪会晓想，你有替阿母想过无？你这么失志，就算像你拄则讲的，你离开这，跟我同解决问题。你若走，阿母是安怎样？小弟啊，你也较将气嘞。我相信我袂看唔着人，你真加坚持，早晚一家你若出头天，我相信师父甲众人都袂看你袂起啊嘛。杨哥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但过你袂明白，你看袂来吗？即卖伊的妻子甲剑英倒转来，唔着是杨哥，金龙哥跟他属于伊的。以后我的地位更加歹去啊！我认为我离开对任何人更加更加好。我这个拍算，唔知咸盐你。小弟哦，我想要甲你讲，你拢听无？坚持要离开，你会使去倒位？像你讲的，你走，敢讲你要找阿母走？阿母若叫你离开，无一个所在通好住，生活是要怎样过？你唔知有当时要离开？对所有人是好的，这种决定虽然是真重要，也下定决心。当我做落去了后，我得让阮阿娘过好的日子。我无可能辜负伊，也无感恩你。但是希望你今日表演一段时间，你好好保重你家己，因为今生今世，我无法度保护你，无法度让你幸福。这是我对你的亏欠，希望你会能对我体谅、啊。你咪不再安慰我，好不？小气啊！我唔管，我一世人一直认定你就是我的红杀。人同齐拍拼，就算你袂走，好，你若真心要离开金龙镖局，我一世人是你的人咯。你袂走，咱出红门，咱三人同齐走，我相信咱三个人我都过生活，安尼更好。咸英，小弟啊，讲的是真正。我知影即摆你失志，难免心情无好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即世人是要对你。你若离开，我嘛活袂落去。我即世人阁需要你甲我照顾。这是你讲的，好，就用你这句话。但是讲以后日子，就有困苦。为何我照顾你，真是的感恩。娘娘，我的心好痛，你哪能这台话？你心哪里特别看心脏科哟？是迄种感觉啊！你听看袂了做伙，有啥事？你拢做伙啥嘛？我爱是你，你爱的是我，我无爱你啦！你讲啥物？是太怕你不怕你？有啥物？我看到你，我感觉我一世人想要食寿司嘞。我不是要台湾，我想要食寿司，我不是要台湾，我是要台湾。没人气，
吃饭你都冲走的，伊是我最爱的人，你要出台伊。但是伊爱着我最爱的人啊，伊嘛爱着我。最后两分钟。好，我谈，我打掉你上机会起来，我就算，啊，你个小心心好啊。什么？哎呀，吃饭你来啦？怎么可能？你敢不敢我试听？有啊，安怎试听？新冠遐个差不多。新冠？啊，你新冠偌济？八人，我铁锹来牛啊！八人啊！你八人，我八人。别计较你公公来啦，我跟你讲，咱俩根本无试听啦。你看你的个性。个性安怎？你的个性安尼，先这么活泼活泼啊！其实我感觉，我替你算过命。你安怎命？不是，我替你买去算的。哎，咱感情这么好啊！所以算命先生有跟我讲，我若全心为着这个人好，这个八字的人，所以爱介绍，你若要娶某，一定要娶一个肥肥肥的。肥肥肥。你要相信我，咱来当小大门回回回的，请你看后边。好，袂使，我若等，一日等，一日等，等到有一天伊做苦大的时阵，我强加我等袂落去。是，我跟你讲，伊真正是你的真命天女。我想见你啊！医生甲说讲，你若带伊富贵一世人，伊才会娶一种某，放心。伊绝对袂去外口有诶无诶，搁安全感，睏起来搁那碰床诶，对不对？只是我真正出嫁哩，一定是小囡仔，哎，睏起来迄个就快点看。阿玲舒服啊，小琼啊，你敢知影？我爱你最辛苦难开，其实我一直想要甲你讲，也毋过伊到头拄啊，你甲伊冷掉诶时阵，我天天讲哦，我若搁无甲你讲诶话，你着互笑去啊！其实我一直暗恋你这久的，你敢知影？自细汉的时阵，我看着你的面貌，也还有你的身材，也还有你的身管，拢是我咧选男朋友符合的条件。我拜托你，一人今生只有一届真爱的尔，你敢会使把你的真爱给我？咱来给你约会好无？等一日啦。你放心，我若为着你，我会减肥，好无？我拜托你，好不好？我无你，我袂当。有当时讲出来话，就是要收回。我知影，所以我不要收回意思啊。这句话是来，你若有再落减十公斤，我就爱你。小晴晴啊，严哥，这是无可能的事。你想无？嘛讲三个月后。有法度，我感觉讲做人第一信任，讲出来话就是诚信。严哥，你若想要爱我，咱两个无输天，感情要豆豆培养，严哥，我请过来咯。一个月三十公斤了，你真正爱我吗？不对，可是我你若无爱我嘞，我若无爱你，你走起来滚！你跟我同款就系啊嘞，对，你的面会变，奶奶。所以，奶奶，我跟你讲，咱两个无输天，不是，有些人一面天出来给你，你唔偷笑，你无当忍受。什么啦？第一件就系伊个啊。心在三条啊，三条！你找我话呢？卖啦！你叫我找我到底呢？你想想说咯，我是讲结婚的，其实苗姐个性嘛真好，伊对查某囡仔非常的疼惜。凡说你甲伊是共啥？结婚呢？对啊，对啦，爱食的，你爱食的，我结婚的，你都当作是干。你要叫袂幸福？咁确实嘞。结婚你来了。好啦，阿你过来，你过来呀吼！哇，你两个技术真厉害。
西，都嘛好啦。我听你的话，你讲我爱食肉嘛，我食肥肥的，我今仔日爱食就好啊。你爱食菜？你来啦！你着当做你目睭，我拢是假象。以后我若叫你，我会生着甲你穿肉。别，我看会食到吐。我看你，我着饱。我的肉量就有够啊！吼。好啦，啊，既然你两个定愿意啊，安尼咱来去约会。我两个一对，啊，无咱来去行行刚好。好。啊，要安尼去吗？行。来，路在会当安尼呢，才会当谈恋爱呢。是啊，拢袂使谈恋爱。有当为咧路在。是啦，你毋是路在啦。要毋过在我眼内，你妈妈就是老干，你就是路在啊！你是虾米？啊！这个厝看是唔大，我无你讲嫁，我叫你跳我三步嫁袂着呢。你好阿妹，干咪样？我甲你讲，小无你妈，干咪样无出头的查甫啦，是咧幸福。你问阿兰生，行，我带你来去高级的电影院看电影，我袂爱看，袂爱看，来啉咖啡。哎，把脚来手来啦！你这人怎这疑问哈？那明明就无介意，伊要叫人，你走啦！想什么大乱啊？又是阮大代志，你讲啥小事？像臭小杰无前途啦，无前途，啊无你敢有？我当然有前途啊！以后我是武馆的馆主，我爱上何上，未上咩？我老爸就趁着我开，你嫁我是好命一世人。干嘛呢？是，你靠老爸啦，有啥物路用？孝心都无同款，人我相信，伊真争气，做某一工日出头天，伊是靠家己，唔是靠别人。像你这般的哦，当牙口就嫌你衰。来，上坡。救命！救命！破三二啦！快了，肥胖哦！靠，咸，你两个这么脏，哪不是脏啊？真脏！这个世间上无爱袂着的物件啦，不要紧，你怀嘛，我爱袂着嘛，哪里我你证明？什么人才是这间厝的主人？阿弟啊！来啊！林杰啦！阿弟啊！什么代志啊？等来厝内底这段时间，我想要讲一件代志。讲什么代志啊？我想要娶某。你想要娶某？是啊。你有对象啊？当然。安尼真好啊！啊，这个对象是啥？剑英。剑英啊？是啊。你爱剑英啊？阿弟啊，你是咧丢丢什么啊？我是你的囝咧。剑英啊，算来是这件事的头球师啊！伊嫁我，这不是应该吗？对啦，伊是我上疼的，伊是我的头球师啊！哪里你甲伊剑英，我替你做主。哪里往前听，往前听。来对啦，拢给我出来。什麼事啊？今天啦，我上段假期已經過啦，但可惜啊，我心想啊，劍英，你已經大漢啦，而且你閣是我的頭叫師啊，我上疼你，當然啦，要替你物色一個適當的人選。師父，你意思要為我分數打算，敢是？而且，這個適當的人選，我真了解，你喜歡的是什麼人，所以啊，我要為你做主。吓死！你过来！后退！后退！你这吃荤的呀？你做啥？无啦，我是讲，我徛一步，你会较注意我。平常时我就真注意你啦。你想要引起两个注目两年嘞？哪里啊？这个人选就在咱观众。这人就是伊，我的后生连杰啊！多谢你的恭喜。人讲啊，叔，我英哥是那个当官，当官个，真幸福。我今日啊，真
你再我吞论，但你我吞论个什么时阵啊？小舅，小舅，来啊，打工啊！都唔对，因为无人爱你嘛，无人爱我，只有咱两个爱咱两个。行吧，行，对，少年大伯，你多好哩，是来请人去。你有吧？安怎？你有看超过？我倒位超过？你明明知影，小可已经结了，是签未定嘛？拢是相爱的，你竟然白白将剑影嫁予你的囝，你安怎对待我，我拢无要紧。你煞一而再、二再三的伫咧欺压我的囝，你阿爸，你只讲一家人，可是这十几年啦。你敢真正跟我当作一家人？一家人，我讲过，这个标冠日后是阮囝的。你莫看卖啊，少强，黑黑软脚的豆腐筋也无地，以后怎样设想这个标冠？而且剑英是我的头叫师啊，阮囝嘛介意，以后因两个做伙，日后换这个标冠。你讲一家人，那是因为我戴念，戴念是阮小弟的某，是阮小弟的囝，啊无哦，我再给说出去啦。你吃人狗狗，人头钱骨，你看这阵我社会无良你哦，欺负我的囝。用吧，人咧做，天咧看，你着上好望会起你的良心，你着上好保证你每食咧困，你的小弟妹来救你的后家。你要讲报应，报应若是会到，伊着来找我。阮小弟死这么久啊，就无来找我。以后这个标馆，我来看卖啊，你要安怎是互相残杀？